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，非常开心地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，现场的观众情绪也是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晴嘛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，相信在这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是绝对精彩的。这场馆啊，绝对是这场比赛的最佳见证，因为任何角度看都不缺乏气势。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米兰对阵拜仁慕尼黑，梅西想要冲破对方的防线，想要穿透防线，快速向门前推进，机会怎么样？破门得分，终于等来了第一个进球。哇，太给力了，神仙也救不了。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，更别说一个了，这个射门太刁钻了。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料到这样的局面啊。比赛开始之后就应该这样的，控制节奏，把握机会，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。姆巴佩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。托雷斯，梅西拿球，直接射门，成功了，简直易如反掌，他们又进一球，漂亮的进球，调整动作非常乖巧。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乐观啊，他们目前已经是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古利特将球塞过去，危急之中将球解围，好机会。姆巴佩，贝克汉姆，托雷斯，梅西射门，他们太狂暴了，再来再来再来，他们已经被打疯了，太精彩了，就像个巡航导弹。这次完全不能怪门将啊，这种飘忽不定的射门今天终于又重现江湖了。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啊，整支球队就好像是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，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，接下来两队的分差可能会被继续扩大。球在莱昂内尔梅西脚，尝试打一脚，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。好的，边裁准确地判罚了越位。贝克汉姆抢了回来，大力轰门，他的表现非常出色，这脚射门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评价的地方，希望下次他能够完成得更好一些。就在梅西脚下，只剩下守门员了，能起脚吗？用不用脚了？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拜仁慕尼黑非常擅长反击，中场的断球是一方面，关键在于反击的效率，这才是重点。拜仁慕尼黑完全是在刷数据，他们目前已经是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打一脚，他们进球了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得追不上了。漂亮，这样看来他们的进球表演还没有结束。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，他可以把本场比赛的用球带回去做纪念了。那名后卫肯定看他都看腻了啊，他整场比赛都在不断的进攻，而且毫不留情，永不停歇。他抬脚射门，补射的机会，皮球弹了出来，球被拦截，
又一次凶狠的防守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梅西，阿拉巴， C 罗，球来到了左侧，再传回中路，漂亮的断球。贝克汉姆，维埃拉，姆巴佩试图直塞，是的，他犯规了。最终被门将拒之门外，实在太远了，想要从这里进球完全是天方夜谭了。维埃拉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：“到此为止吧。”古利特、梅西、巴拉内、球出了边线，这是一个边线球。维埃拉一记长传，托雷斯、梅西、 C 罗挥过门了，传球，一记低传，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啊。进入中场休息，主裁判一声哨响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米兰上半场并不顺利，他们需要扭转局面。得分的机会，球在基里安·姆巴佩脚下，及时的抢断。贝克汉姆，贝克汉姆，托雷斯拿球。哎，不行，他很难冲击这铜墙铁壁的防守啊！要到前场，看来那是梅西。梅西背对球门，造不成什么威胁，只能选择传球。如果能够一直让他不面对球门，也没什么威胁了。防守做得非常非常好，漂亮的直塞球。阿拉巴。古利特、里吉卡尔德、托雷斯送出直塞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。这脚传球质量不错，不过没能形成好机会。形势还是不错的，是的，看起来像犯规，裁判给了任意球。裁判已经是从轻判罚了，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看来裁判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，他之前这种表现就是在犯规的边缘，他必须迅速调整，否则被罚下场是迟早的事儿。托雷斯、里吉卡尔德、梅西，梅西，射门没有打正部位。阿拉巴，阿拉巴试图直塞到身后，马拉内将球断下。梅西，詹路易吉·唐纳鲁马将球牢牢抱住。里吉卡尔德，贝克汉姆，维埃拉，贝克汉姆。瓦拉内，像这样被抢断的情况太多了，他们需要加快节奏。贝克汉姆，阿诺德，哎，毫无疑问犯规了。
现在我们期盼的换人终于出现了，是谁呢？挑传渗透，贝克汉姆，米兰反应很迅速，就地反抢，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脚下。C 罗，梅西，双方纠缠在一起，球丢了。贝克汉姆，古利特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漂亮的直塞球。C 罗越位，旗子举起来了。直接长传，维埃拉，好像他又越位了，对对对，又越位了。贝克汉姆，维埃拉，想要穿透防线。杰拉德，他的视野很开阔，直传，他能完成射门吗？球被门将控制住。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拿球，维埃拉刷了一下自己的存在感，他希望能抢先一步。梅西，贝莱林，维埃拉，球在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脚下，他过去了，现在是一对一，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。哎，又抢回来了。维埃拉，梅西将球塞过去，球出了底线，梅西把球抢了回来。 C 罗试图直塞，而最后又是一脚本应该可以的传球啊！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明显没有想到一块去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。维埃拉直接传到前场，选，就这样裁判结束了比赛。米兰溃不成军，比赛结果没有任何争议，比分差距本来有可能更大。德高望重的苗指导，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？最令我感到意外的一点是，在通常都会严密布防的区域，他们居然是漏洞百出啊！他们的防线中央存在。